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小玲姐，把照片拿来。好的，光光。光光，那个不就叫汪汪吗？幼稚，弱智。哟，原来是女老板啊！女人怎么了？女人有手有脚有头脑，男人没羞没臊没节操。你，哎呀！等等，吃个外卖还要补什么？怎样啊？喝啥？别！你能不能让我去吃最后一碗？来得及那一碗味道如何？你要是敢把照相馆改成面馆，我立马就就算你看不到希望，但也不代表不存在希望。